师傅，你吃了啥呢？哦，给我炒个两斤大肉排骨。哦，给我忘到把扣塔酸给我拿来。扣塔酸？哎呀，大肉排骨扣塔酸呐，山珍海味我都不看呐。哦，啊、哦，没事，喝些茶。啊。哎，老板，俺听那师傅那有个扣塔酸呢，啥是扣塔酸啥？哎呦，扣塔酸就是葫芦酸呐，放在嘴里往哪里卷的。啊、哦！呀，你扣塔酸？哎，我要哈的扣塔酸呢，你怎么把它哈的拿来了？我这不是你要哈的扣塔酸吗？对，加起。哎呀，丫头，来了。哎呀，今天咱三喝，你再给我找租给一点点去啊。哎呦，师傅，咱再不捞啥，正经那点酸板卷的拉死了，咱你把它绕哈啥？你搁下卷是啥呀？啊，这是你给我卷哈的吗？